有个习惯，就是把所有食物啊，先拿到他自己的窝那边，后才慢慢享用。你看到没有，鸡可爱。是不是？这只比较大的叫，是熊的。这只比较小的，在某方面这样捧的，是雌的。哇，好可爱！推到他自己的窝穴，是他自己推的窝。起来吧，孩子。要咬我的相机，打你屁屁。孩子来，要吃我的相机，我要咬我的相机，给你咬，快点吃吧。啄啄啄的声音，每次吃东西的时候。他们在抢啊，有很多跟抢啊。然后店主讲，如果感觉到他的脾气有点坏的话，就用拿来洗澡，让他忍一下，然后他就会爽气，脾气会比较好一点的。如果你们要拿来玩之前，你先把它洗一个澡，让它香香啊玩，那时候他就不会很臭啊。因为还有一种味道，一种仓鼠的味道。咦，他在干嘛？推推推推！哎，你自己建的家，不要让弄伤掉哎！你花两天的时间建的哦。那他是常食物是吗？两只傻逼是不是在冬眠呢？每天早上起来是睡，吃饱睡，睡饱吃，怎么不肥哦？那你到底是说你吗？因为店主
像有介绍我一种食料是五谷掺在一起的，就是五种食料，可是我看他不太爱吃哎，所以我就忽然间想到这种菜给他试吃看看，看他会不会合他胃口，哎，结果还不错。啊，好可爱。其实这种松鼠是要吃那种比较硬的食物，它可以磨砺它的牙齿。可是我觉得什么动物都是喜欢吃软的吧，像人也是一样，吃软不吃硬。难道你要做明星吗？一直看镜头。他知道我在陪他，智商有一亿，我觉得就是那只我看两点那一把。陪你屁屁，看到魔法有没有？是不是一种他的魔法会不会有点像那个黄金猎犬？我隔壁有养。这差不多啊，反正是体积比较小一点。这只比较懒，每次这只睡觉的话，熊那只就在动。是不是你的都爱睡？哈哈，表情啊，不要一下给你粉丝打。说完懒。这个就是他建的家，之前刚刚拿来的时候，我是把它放平了，就是整个鱼缸都铺满薄薄的一层，他们说是涤纶吧，松鼠涤纶。可是呢，过了两天变成这样了，一半是空的，这边是水给它喝的水，一半是给它堆起来的山嘛，我让它讲堆吧，就是这样推推推，我觉得吧，用嘴巴推。吃饱了，它一定是睡了。哎，这就是它，我给它食物，它全部藏在这边，藏在它自己角落。它是在干嘛？没看过他们打架哎。松鼠会不会hamster 会不会打架、哦、没看过，我知道他的牙齿蛮尖利的，因为那天我有无意间看到他什么 Eoning 这样，哎呀真的是超长的两只大门牙。我把哈娜放在桌子上面玩，好可爱哦，摸摸头。它的毛发很柔顺的那种。这只比较美，这个毛发超美的。屁屁，这是什么？给他一个大特写，叮叮，大特写，大特写，这边这边，大特写。他围那个桌子圆圈都没绕、啊、
巴都还是要帮他冲凉。兔子跟仓鼠的那个毛发让它柔顺，药水是蓝蓝的，就这样蛮香的它的味道。走吧，现在我们去洗吧。我不知道要用多少，就大概吧，用太多我觉得。这样吗？把肥皂已经洗掉了，现在我把它擦干。What the fuck？ 凉了，有没有很舒服？凉凉的。可以不可以用那个？热风筒把它吹一下，哎呀它的毛很性感的感觉，你看脱毛冷哦。小姐会冷吗？小姐我的服务会好吗？吉利星，你说一下这是吉利星OK， 吉利星。我的毛发好性感，很冷吗？应该是不会吧，它差不多干了，不能很干，给它自己弄干吗？看那毛发，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喜欢这个影片，请在下方点个赞，然后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吧。我会，有空就 upload 一些比较有趣的影片给你们观赏吧。谢谢你们支持哦，拜拜。Yeah. Time cannot hear it.